笑笔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笑笔志。带来我今天的第一首歌《毒药》。Hello， 二楼的朋友，三楼的朋友 ，Hello。手借我吧。谢谢小明志。那豆哥你好，明哥，你看到我这身装扮，你有回想起有像在照镜子吗？有，还好。你这个笑容很尴尬。明哥先喝口水好了，先喝口水。欢迎秉志，终于等到这一场签唱会了。来，先叫声再大声一点。很棒很棒，这个声音就对了。秉哥，这一场签唱会是得来不易，对，得来不易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延了两个月左右，对，之前唯一的一场签唱会确诊，在前两天，前两天怎么样？确诊啊？啊，我想说我们已经确诊很久了，要不来了。9月17号啊，你9月15号那一天啊？9月15号，对嘛对嘛。而且昨天晚上还下着非常大的雨，是。现在有这么好的天气，感想如何？终于办成了。觉得很兴奋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很谢谢今天来现场的大家，还有一楼的朋友、二楼的朋友、三楼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开心。秉哥，有人昨天就来这边等待了。我觉得以后大家应该不要有这样的行为。对，对，身体安全最重要。对，大家要顾好身体，对不对？因为
我们看到秉志的机会很多啊，秉志会、啊、会有很多活动可以跟大家见面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想看秉志12月10号来北流看，对，12月10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我一个人身份的第一场大型演唱会，对，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听我唱歌。而且这个演唱会你们真的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秉志，因为你那个舞台是延伸出去的，对，一个 X 型的延伸舞台，对，指导歌迷群的最核心，对对吧，对吧，说得很好。阿斌哥，你身体状况目前复原的还 OK 吗？很 OK， 很 OK， 很 OK， 症状很轻微哦，症状很轻微，那就好，平安健康最重要，没错。对，哎，那秉哥，你今天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选举日。哎，你有去投票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我们准备演唱会，我对了，因为我要准备那个晚上的表演，我要好好的那个，不能太激动。对，那现场大家有没有去投票吗？有，投完票才来的。大家很棒，有行使自己的公民的权利。你们昨天有人参加造势晚会吗？很棒，今天现场就让你们参加一次。我有个私心的请求，等一下我喊萧秉志的时候，你们帮我喊动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这么应景，我们就让萧秉志动算，我们把他送进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 ，everybody？ 萧秉志动算，萧秉志动算，萧秉志动算，恭喜秉哥把你送进台北流行音乐中心。谢谢，爽啊！我心领了，要不要再参选一下？啊，蛮爽的，大家很动算的。你好像比我还爽。你要找我主持啊，我帮你主持那个造势晚会。好好好，绝对让你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有，你刚主持很棒。啊，谢谢谢谢谢秉哥，有秉哥的鼓励，我会更加努力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让秉志带来第二首歌曲，好吧？他的我先看一下下一首什么歌。哎，我这里没。